其他的就没什么了，手动，对啊，一开就是，然后的话，一开机就是手动，你刚开始调机的时候就是手动，然后的话你开上面，然后这里按一下就是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三，然后情况就是这样，然后如果它自动的话是按这个。 这里面不是有个向上的符号啊？就是这个，然后你按一下，这里就变成自动了。自动的情况下，你把瓶子放过去，它就下来了。OK。 不用来过了吧？不用，不用来过了。可以，来，再拍一下，瓶子就是灌满，就是这样了。